你也太美了吧！来了，来了。Hello， 哇，你也太美了吧！你也太精致了吧！瞬间有没有感觉？来，上次我先不按那个走好不好？好，我先不按那个走好不好？上次他们给我写的手卡，然后让我去录那个叫什么？录那个叫做视频，然后他们给了我一个词叫做甜度超标。对，甜度超标。来，欢迎一彤，然后先跟大家打个招呼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彤。太甜了，来，突然感觉我们的直播间有没有冒满那种粉色泡泡的感觉？有没有？超甜是不是？来，一彤，作为 DW 的品牌中国区的一个代言人，今年五月份我们在杭州的时候，在有一个小方表的体验店，现在过去已经有三个月了。哇！第一次来到直播间有什么感觉？就感觉很熟悉，因为我无时不刻感觉都在带着他。哇，你好会啊！你完全不按剧本来吗？啊，我没看剧本。不是，是剧本反应的太慢了，你知道吗？来下一个。来，是的，今年我们相约的是牛郎织女桥的一个七夕节，然后它的主题呢，也是一个眉一眼，情如初见。你对这个主题有什么样的理解？就是我很喜欢这种概念，就是我觉得很浪漫，而且有一种。命中注定一见钟情。我现在感觉我整个头上都是粉色的泡泡，真的。七夕快到了，然后呢，相信粉丝们已经很紧张的去准备大家七夕的一些礼物了。一彤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七夕约会的一些穿搭吗？七夕约会的，你看我今天这套怎么样？超级飒，太飒了！你前面这一排，我瞬间觉得整个直播间都是光。是的，就是我其实。喜欢简单一点的搭配，然后呢，尤其是像这种简简单单的配饰，有时候会叠搭一下，就觉得又简单又有亮点。我觉得这一个真的很适合你，超级适合你，包括你整身的搭配，然后呢，像我们现在身上我们两个那个，是不是很简洁？对，难得今天一彤来我们直播间，我们先一彤为我们直播间的粉丝们，我们来一波福利好不好？好，我们看一下彤彤今天为大家准备了什么样的礼品。下一个，来，我们看一下彤彤为大家准备了什么样的一个礼品好不好？哎，等一下啊。一激动表带开了，一激动表带，需要帮你吗？激动表快掉了，哇 ！OK， 哎，刚说到哪儿了？说今天到我们直播间有没有带一些惊喜给我们的粉丝？啊，当然有，哎，我准备的。哇，这个呢是之前拍的那个拍立得，然后希望收到的同名们可以开心每一天。哇，天哪，我们的彤彤对我们的同龄真的同龄们真的是太好了。彤彤为我们准备的暗号是什么？我们准备的暗号，对，我们扣一波暗号，然后我们等一下从屏幕上截，好吧？好，我觉得马上就要七夕了，就打七夕快乐吧。好，直播间所有的宝宝们扣七夕快乐，然后呢，我们等一下彤彤为大家抽一个他的亲笔签名照，有没有超甜？给大家先看一下，有没有超甜？米干都看过。拍立得超甜。对。本人是叫做我已经现在那个词已经在我脑袋里面了，叫甜度超标。来，直播间宝宝们把七夕快乐刷起来，我们将为五位幸运的宝宝送出李一彤亲笔的签名照拍立得一份。好不好？来，好，我们等一下在这里给大家抽，来这里，我等一下说开始，你说三二一我就抽，好不好？来准备啊，大家扣七夕快乐，来准备，彤彤，三二一，第一个恭喜哪个宝宝？小仙女加妈妈，恭喜你，已经关注你了。恭喜你获得彤彤的亲笔签名照拍立得一份，这是第一个，恭喜。然后第二个好不好？来准备，来三二一，截图 ，OK， 恭喜 KINKI Kinky， 恭喜你，恭喜获得签名照一张，恭喜你把姓名、电话、地址发给我，好不好？
这第二个，来，我们准备第三个。好，三二一，停。OK， 这一个是微微，微微，微微。恭喜你，我已经关注你了啊、哦！来，准备下一个，第四个。三二一，点。OK， 是 Z， 一个男生的宝宝 Z，、嗯、恭喜你。然后最后一个啊、哦，最后一个，来刷起来，七夕刮奖，最后一个，看哪个宝宝中奖啊、哦！准备哦，我手动了，怎么样？三二一，姐，看哪个宝宝啊、哦？疑似豆芽啊，后面有个啊，疑似豆芽，关注你了，好不好？好了，恭喜上面的宝宝，然后呢，没有拿到的，没有中奖的宝宝也不要心急，后面我们还有更多的福利，好不好？对的。来，我们上次直播间卖爆的，还记得吗 ？DW 的首场直播，我们当时在广州，对不对？对。当时那一场卖爆的，大家还记不记得小方表？就是我们的同款，今天手上的同款。然后呢，它不管是它的配色，这一次上次我记得我们当时的绿色祖母绿只有50个，然后我们一秒就空了。然后今天早上我们不是在那个榜集吗？然后我们上500个是一秒就空了，一秒钟就空了。啊，今天我们早上就已经出了1600个了，对，1600个了。然后呢，它的质地包括给大家看看啊，我先给大家看看，就这一块。这个现在门店巨火的，然后呢，我们童手上的同款，我给大家看看，就是这个，对不对？没关系，白牌，就这个，它的方形的表带设计，它打破了原有圆形的一个设计，所以我个人觉得，你看，哇哦，等一下我给你看，然后呢，给大家看看哦，这个它打破了原本大家代表的一个圆形的一个传统，然后呢，做了一个方形的一个设计，寓意的当代女性在工作中是一种锐意并且进取的一个精神。这个它更符合当代们追求闪亮并且多变的日常穿搭的一种需求，并且它采用的是古希腊的一个麦穗式复古表带混搭的现代设计，引领的是新时代新趋势，并且麦穗寓意着收获，寓意着新锐白领女性爱情事业的双丰收。哇，爱情事业双丰收，这寓意很好。所以它这个是麦穗的一个设计。对，所以我一直带着它。然后呢，然后我跟大家讲啊、哦，大家有没有发现，我们童当时发出了第一张 DW 的照片，就是小方表的同款。对。是不是？这都被你发现了。对，我特地去把你的那个全部翻了一遍。特地去把你整个微某博翻了一遍。来，音乐声太大了，调声调小一点。对啊，然后呢，小方表上次以来的特别特别爆。然后呢，今天我们在车上的时候，品牌方也告诉我，他说现在是全渠道都断货了。对。然后是今天我们彤彤来我们直播间，我们刚刚品牌方早上是我们的650个。嗯。绿色的秒空了，然后总共秒了1600个，然后我们刚刚说彤彤来了之后怎么办？紧急调货150个、嗯，就是彤彤的同款，还有祖母绿，就这两款的话，目前销量的话最好的是这一款，就是彤彤收上的这个玫瑰金白盘。对，玫瑰金白盘。然后呢，今天的话在直播间的话，喜爱情双丰收，真的带上它你就喜爱情双丰收。看到没有？刚刚给我补了一句，可以再大声一点。补了一句，事业爱情双丰收。然后呢，今天的总价值是2180，但是今天彤彤来了之后，我们直播间那不一样了。直播间今天到手价是1289，但是还送什么呢？还送一个粉色的蔷薇粉手镯。哇，哎，这个叠带也很好看。你要不要试一下？我经常这么戴。你经常这么戴吗？对。这可能对你来说有点大。对，叠带有点大，但是其实它可以调整，可以往下调整。你看叠带也很漂亮，大家看到吗？来，运营我们可以上一下架。对，因为我们今天彤彤的那个到来，然后呢，彤彤特地为我们准备了什么呢？给你们点惊喜，来帮我拿一下。今天前面的100个宝宝拍下的全部送彤彤的拍立得5000名版。每个一张，前面的100个宝宝，好不好？限时限量100个哦，前面的100个，运营准备3秒钟，来，准备，我们一起3秒钟上架，好不好？好，3、2、1，三链接。好，1号链接。1号链接。这个是
快来 get 我的同款，就这一款，给大家看看啊、哦。彤彤现在手上拿的就是这一款，玫瑰金的白盘，玫瑰金牌吧，没了，对，没了，哇，太快了吧，你这个两秒钟就没了，帮我拿盏风扇好吧，好，太给力了吧，好漂亮，能加吗？加100个，你加吗？好啊，那我们三秒钟再加，好，一起三，好，来，3、2、1，加库存，上。爱情事业的双丰收，看到吗？美不美？哎，一彤、嗯，你觉得小方表最吸引你的一个点在哪？这还用说吗？就是事业爱情双丰收。我要把这个slogan拿出去。他说：“你这不是废话吗？”而且我最觉得他最主要就是。它很显白，对，就是一般这种颜色它真的很显白，而且它其实我平时穿裙子穿 T 恤穿牛仔裤就是百搭，嗯，就很好搭。我可以想象到你今天是比较正式的一个穿搭，但平时如果你穿 T 恤啊跟牛仔裤，对，应该也是特别好看，好搭，是的，嗯，也特别好看。希望小方表呢不仅能够解决宝宝们穿搭烦恼，也能给大家带来小幸运，哇，好不好？因为呢，里面是一个希腊式的一个表带，所以呢，代表着刚刚我们彤彤说的爱情、嗯、事业双丰收。所以现在在七夕的话，宝宝们可以去拥有它，好不好？然后最近呢，我发现抖音有一个随机拍封面，啊、挑战特别火。然后我发现你也挑战过，对不对？哎，我想想，哦，是不是？然后用那个挑战那个，就是随机剪裁，就是他拍到哪里的时候，你头伸到哪里，然后随机剪裁的那个，你今天要不要？试一下，是怎么在哪里试？就是抖音上面，你上次还拍了一条，在抖音上面随机立那个 L O V E 的拍照姿势。你真的确定我拍了一条吗？Are you sure？ 拍立得那个，拍立得那个 L O V E， 不是、啊、是那个，是那个是那个截取。啊，对对对对，就是那个，就是那个截取。就那个截取，甩来甩去，甩来甩去那个吗？说的不是、啊、那个，昨天九霄拍的那个。所以你确定？所以我不知道。是我的抖音，就是你的抖音啊！来给大家展示一下，好不好 ？OK， 好。看来我们两个没在一条线上。帮我把那个视频看一下，给你们看一下。我已经拍过了。我看到你已经拍了，看看啊，就是跑来跑去那个。拍立得那个，说的应该是这个，对不对？拍立得那个，这个吧。哎，对，给他看看。5421的，哦，我以为是。来，就这一条、哦，哎，就这个，看到没有？就随机剪，看到吗？你说的不是一个啊、哦，我晓得了。你想，哎，你说的什么话嘞？晓得了。我晓得了，看到了吗？哦。第二个，第一个，最后一个，看到吗？哇。哇。好美，真的好美，真的。这是什么状态？这是发疯。这是发疯，好。看到了吗？确实是你的抖音，他确实是你的抖音，要不要证明一下？不是我，因为我昨天又录了一个新的。哪个？我很快就会发出来给你们。哇、wow, ，预告预告。要不你现在发一下？也是截取。方块的那也截取方块的，是不是？这要过，这过。李一桐，好美！李一桐，李一桐好漂亮，发疯都美。另外一句我该不该念？他说该喂药了。你有药吗？请寄过来，请寄过来。给我们，来给他看一下、哦。送给你事业爱情双丰收。跟你换一下好不好？一彤，你觉得我这个表是不是跟你超配？看到没有？你问问他们，配不配？看到配不配？看这个是8月1号刚上市的大方表啊，这个啊，才6天。哇，你们可以买情侣款了。对，七夕的话超级大啊，超级适合，看到没有？这两个，而且男生的话你可以佩戴黑色，然后跟女生这种。玫瑰金跟白色，哇，这个真的，真的很好看。我觉得女生很喜欢有一些小仪式感，嗯、然后两个人这样子好浪漫哦，买一白一黑，哎，
空投过。傻直男们学会了吗？你说啥？再来一遍。直男们学会了吗？直男们学会了吗？很简单，今天只要拍下 DW， 然后送给你那一个还在追求的他。对。可能你七夕的话就不是一个人了。对，祝你们事业爱情双丰收。好了，我要问一个比较尴尬的问题了。啥吗？如果让你选一只表，嗯，这个大方表，嗯，然后送给你一起演过的演员，嗯，送给谁？男生的，你会送给谁？啊，这不是你们送吗？品牌方为什么要问我？品牌方让你送。对啊，你们指定让我送谁，我就送谁。指定让送谁就送谁啊？听你们的。品牌方，要不你选一个。成功把这个，成功把这一个梗直接丢还给品牌方。好，丢给你们。品牌方，你决定，等一下亮个名字在后面好不好？这是真的送吗？真的送吗？真的送吗？真的送，真的送是吧？哎，我不背这个锅。你不背这个锅。我不背这个锅，到时候他们都来问我，哎，你怎么送他不送我？你情商太高了。我不想讨。这个锅自己背哦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让低到品牌方在后面写个名字，把这个锅丢回给品牌方。到时候看看，对，送给了谁？然后我们等一下，今天微博可能要上热搜。然后另外一个就是。我们现在我知道彤彤是一个5G 冲浪少女，对不对？我特地从网上做了一点功课，然后网上背了几个特别火的词，我来考考你，敢挑战吗？ Bye bye dears。 哇，我感觉最近大家都在说这个，好好你问嘛。不是，你不要猜我台吧，你猜了我问不下去。那你应该背了很多，对不对？好，第一个 bye bye dears，哦，我本来是不想问这个的，我这个太简单了，好不好？我问你另外一个 MYSS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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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知道吗？不知道，我不能骗你。我跟你讲，其实我也不知道。刚刚他们在车上告诉我的时候，我就想告诉你，我只知道 YYDS， 而且还是问了他们那个。你说今天在路上的时候也不看一下。那另外一个呢？我问你一个简单的，哦，上面有一个 YYDS 我是知道的，然后呢NSDD 你知道吗？ NSSDD NSDD 我看的，所以我不想骗你，是对的啊，看得好，不愧是冲浪少女。不愧是冲浪少女。来下一个，盛世美颜盛世，看到没？看到美颜盛世， MYSS 是美颜盛世。那我直播间再考一下你们好不好？再考一下直播间的同龄们好不好？好，好吧。来，问到一个叫 Go Go Z， 两个 Go J J Z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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 能看得出是什么？猜得出是什么吗？猜不出。你这个也猜不出。你这个也猜不出。我脑海里已经，我看你们。我看你们。有没有场外观众？有没有场外观众协助一下 ？Z Z， 两个勾，然后一个 Z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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 绝绝子对了，哇，有声音出来了，绝绝子出来了，好厉害哦你，好厉害，果然名不虚传，这个名不虚传应该还给谁？你的同龄们，对，通常都是他们来给我科普，是吧？来，然后呢？哎 ，Sorry， 我那个掉了。来，我们今天回到正题，就是今天的大方表还有小方表的一个情侣套盒，给大家看看，美吗？哇哦，哇，这个盒子好好看哦。来，这个是 DW 七夕的一个限量版礼盒，然后里面会有装有一个大方表，还有一个小方表泡泡。哎，对，给他们看一下这个，特别适合送礼，我给大家看一下正面，看一下这盒子。来，同龄们看一下，美吗？特别美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大方表跟小方表官方的价格现在是3280，今天统统给大家的福利价是2599，然后立减了680元，还加赠了一个价值299元的七夕限定版粉色花盒，好吧？七夕还没有准备礼物的可以，我们3秒钟一起上架，好吧？对，3、2、1，上链接。这一款 DW 的爆款七夕送礼，也可以给自己买一个，也可以给男朋友或者女朋友买一个，真的超级划算，好吧？一号链接喽，一号链接。
对，不如心动，心动不如行动，看到没有，可不可爱，真的可爱的扣一波，可爱可爱可爱，超可爱，真的快到可爱，扣一个可爱，好吧，七夕怎么准备怎么过啊，剧组过啊，我剧组过，是不是不能出门店，其实永远告诉你，双对，爱情事业双丰收，努力吧，现在出不了横店，对对，来来，那这样吧，我们刚刚我们同龄人给了我们很多的启发，然后呢也能够今天晚上到现在的话，感谢大家来到直播间与我们的彤彤一起过即将到来的七夕节，然后呢接下来我们抽波奖好不好，好，来我们这样，我们就用这个缩写吧，叫 WYZZ 好吧，WYZZ， 然后抽一波奖，好吧？好吧 ，WYZZ 叫做我一直在，好吧？我一直在，也很浪漫这种。对，然后我们抽个奖，我们抽哪个呢？我一直在，你们俩一直在 ，WYZZ， 他们肯定一直在。我今天一开播，以前进我直播间都是说我老公呢，今天一进直播间我懵掉了。他们说我老婆呢，然后我说怎么回事，我说这怎么回事，来 call WYZZ， 然后呢彤彤给大家来波抽两个宝宝好不好，新品的手镯，然后呢等一下免费包送到家好不好，来准备，我现在进我的手机，来扣起来哦， WYZZ 准备三秒钟，三二一，点，这一个是哪个宝宝？抖音爸爸让我中福袋。哇哦！你这个名字起的是太好了。好，你这个名字，锦鲤名字。恭喜你啊！抖音爸爸让我中福袋，免费包送到家 ，DW 手镯一个。来，准备下一个。来，准备三秒钟，三、二、一。OK， 这是哪个？李坚强。恭喜你，你很坚强，你很坚强，你中奖了，你也中坚强，你中奖了，免费把它送到家，好不好？来，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，现在 DW 家他们家的另外一款一同代言的那个鎏金表，好不好？这一款是品牌的一个目前是超爆的一个款，也是目前极大很多品牌，然后呢根据这个流行元素，然后去做研发的这个。虽然说 DW 腕表非常经典，但是得详细一下给大家介绍一下，首先这一款是目前整个 DW 化最热门的一款表，也是他们家的鎏金系列，目前的话大家所知道的整一个米兰表带啊，也是从 DW 品牌方所研发出来的这个，然后它是一种五秒针的设计，并且是金属线条，它的时间刻度赋予了表盘质检的一种格调，所以呢多颜色可以选这一款，而且这一款的话今天给大家看到的是有两个颜色，一个是玫瑰金，然后还有一个银色，两个一同，要不要帮你换一下原色的这个他们家的爆款，你的另一款大银表，帮我换一下，对，换成这个在你手上，换一个，选一个，我选一个，对，你选一个，喜欢哪个颜色，来你来选吧，我觉得你今天这一身颜色其实也蛮适合这个的，让我看一下你的直男眼光。眼光，我有点纠结，我这个选的不好，等一下就糟了。哎，那你帮我调一下表带。好，帮我调一下表带，因为你今天这一身，我觉得这个颜色蛮搭的。我觉得就是很多都是可以百搭，它颜色都很百搭。我可能，来，有人帮我一下吗？不然。我好惨的，打不开。来，我们调一下表带啊。老婆，我一直在。白色很好看是吧？你看，证明我选的好。要不你夸一下。选的好。选的好。他说懵呆呆的。童哥，他们也叫你童哥。你们在干啥呢？宝宝好美。问你吃了吗？8:30了，还没吃啊？饿死我了！不要吧，等一下说品牌方虐待艺人。没有，刚刚播，现在饿了。现在饿了是吧？现在饿了是吧？一彤好美啊，老婆的手好好看，给她展示一下。来，
带进来。反过来，哇，你的手也太白了吧！你这手是在那个什么？有了我们的表格。城堡，城堡里干出来的吧？为什么城堡里出来？白雪公主。是不是？哦，会不会送你一瓶喷油去油剂？喷我一瓶去油剂。糟了！来，老婆不紧张，老公才紧张。来，然后呢，今天这一款给大家看看啊、哦，一共的话我有两个主色，一个是玫瑰金，然后呢一个是银色。玫瑰金的话是玫瑰金白盘、玫瑰金黑盘，还有银色的白盘，还有我们彤彤手上的玫瑰金白盘，特别百搭，银色的白盘。嗯、这个今天的话是官方的价格是1290块钱，今天是77折优惠，但是买一个腕表的话，今天会送一个品牌的一个定制化妆袋。然后呢，今天彤彤还给大家争取的福利是送化妆镜一个，然后再送一个品牌的同名定制款，保温杯，好好看哦。品牌方记得没给你，你在点谁？要送一个，要送一个，来保温杯一个，好不好？直播间到手的话，运营准备1090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哇，不是啊。更低啊，没上错吧，准备999，买一疯了吧，买一想四，买一想四，准备我们一起321，321，三链接上架咯，上架咯，我一直在这展示给你们看，真美，真好，哪个颜色都很漂亮哦。对，今天是拍一到手是四件，到手四件，保温杯一个，首饰袋一个，还有化妆镜一个，感觉一下子什么都有了。对，化妆镜一个，这个其实很，我觉得这个很方便的。你看这个其实放在那个，有时候放在包包里面。哎，这个很适合我，因为我平时包里面就爱放一个小镜子。拿走吧，直接带走。哎，我平时就是水杯也是都换，我平时表经常换。都拿走。要不要那边那一盆一起来，运营帮忙拿个箱子哦。对，我自己带箱子来了。自己带箱子来了是吧？来，接下来我再问你个问题，但是求你不要拆台好不好？今天你不按剧本走已经三次了。你是一个不走寻常路的人。直播间宝宝们，今天我们对面其实有个提示板，然后我全程没看，他全程没看。对，我喜欢 freestyle 耶。真的吗？要不你跳个舞。你觉得七夕甜美的小女生应该用什么样的颜色？七夕甜美的小女生，这个我真的要根据她的来了，因为我也是觉得是粉色泡泡，现在幻想就是粉色的。哦，对，粉色，我给大家看看啊、哦。先不看，因为给你看到了。本来想隐藏一下，没事，我也没看清楚。你也没看清楚，那这款真的很美，真的很漂亮。来，3、2、1，粉色这款有没有感觉？哇，粉的好，很漂亮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仙女感，有一种樱花的感。仙女感十足，好看吗？好看的扣个好看，运营登记。快七夕了哟，这一款超级粉嫩的，粉粉嫩嫩。一彤，你觉得这款手表适合你演电视剧中的哪个角色？有提词吗？自由发挥，自由发挥。哎，这个时候让我自由发挥了，这一首可以吧？其实我跟你讲，下次低调品牌方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的话，应该李一彤后面全部是自由发挥。李一彤无法控制。我觉得适合哪个角色是吗？对。我觉得每一个女生都有小女生的一面，无论她什么年纪，我觉得每个年纪的女生都可以当少女，所以每个女生都可以拥有。粉色盘，无论什么年龄都可以拥有它。这个我要赞同，对不对嘛？对，从男生的直男的角度来看，女生戴粉色的就是好看。那你挺直男的。哎，你真的是很直男。不要这样了，不要拆我台了，没有人说过我直男。今天直接写在头上了，直男。没有人说过你是直男。有啊、哦，好的。其实也有。来，不如这样。我们拿这一款来给大家抽个奖，好不好？好。然后呢，粉色也能给大家带来桃花运。然后呢，七夕也快到了，我们抽一位同龄送这块手表，好不好？然后一起送出，还有我们一同的甜蜜祝福，好不好？
一同你给抽到的，如果我抽到这一个，给他一句祝福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我们先抽，我们先抽，给你自由发挥时间五秒。我三二一，来吧，准备。三二一，我们来了，准备，抽了啊。二一，来准备。这一个是哪个宝宝？小贺来了。小贺来了。小贺来了，恭喜你获得刚刚粉色的手表，是个男的女的？男的，哎，女的，女宝宝。哇，那恭喜你。来，然后我们一同宝宝给大家，给你，给这个小贺宝宝一句祝福，好吗？抽到这个的女生吗？对。除了事业爱情双丰收之外呢，祝你永远是个少女。哇，真的美。恭喜你，祝福你七夕快乐，然后祝你永远是个少女。然后呢，如果抽中，刚刚抽中的是一个男生，你可以送女朋友，但刚刚那个送的是一个女生的表，好不好？刚刚送的女生的表你可以去用。今年七夕，然后呢，我们 DW 不止推出了大方的一个大方表，就我手上这个，它还推出了两个系列，一个叫流金表，一个叫流光表，好不好？给大家看一下，流金表跟流光表。今天立秋，今天立秋，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哦。他们提示我要给你哦，不要这样吧，不要做直男。本来我想给的，现在就变成直男了，算了吧，给个机会吧，你给个机会吧，好不好？本来刚刚他给我提示，我突然间没想起来，后来发现，哎，秋天的第一杯奶茶，你真的，你戴着眼镜还看不清楚，这是为啥？本来应该是我送的，那我你给我机会呗，我帮你抽进去呗。我喜欢喝这个。他说不给机会，他不喜欢喝这个。好了，好了，来给大家看一下啊、哦，接下来两款表。哎，为什么大家天天都在发要喝奶茶？因为立秋是吧？对的，秋天的第一杯奶茶。秋天的第一杯奶茶，今天是秋天跟奶茶有什么？给你温暖呐、啊，子女，你在吃饺子吗？哎，来给大家看看哦，这一个是8月1号上市的新款，给大家看看流金表的新色彩色表盘，彩色表盘，一共的话会有四个颜色，一个是那个玫瑰金的金色，还有玫瑰金的棕色，还有玫瑰金的祖母绿。然后呢，还有一个玫瑰金的白柔光粉色，柔光粉色，这十个都很漂亮。8月1号刚上市的，看一下，好好看哦。你觉得哪款最好看？我都想拥有。品牌方在哪个箱子？在哪个箱子？一个箱子不够。把我那个箱子也出国那个大箱子。出国那个直接拿过来，那个什么几十寸的？三十寸，对吧？爆大那箱子。爆大，然后呢？这个、把我家搬过来。把家搬过来。就是我自己选择，其实，我戴的比较多的可能是像这种浅色的，但是我要根据我自己穿衣服搭配。你像这个绿色表盘，它就很复古，比如说我烫一个卷卷，然后穿比较复古风的时候，我就会选择它。然后这个呢，就它也很百搭，黑色黑白是非常就是棕色棕色，对不起，乱入了一下，没有这个灯光不正常，正常。对，像这种颜色，我就是会穿的比较酷的时候，我会选择戴它。对，那这个其实也是百搭款，比较优雅的时候，穿裙子的时候都可以搭配它。我问一句啊，看一下我是不是直男啊？这个是不是穿黑色衣服好搭一点？这祖母绿会不会有那种赫本风的感觉？这个，对啊，就是复古风都复古风，我算是跟你搭上了哈。对，终于搭上了。过了多久了？帮我看一下啊，现在几点了？8:40了，我们40分钟，终于我们两个人搭上了，这么容易。来，给他看看啊、哦。对，然后呢，这里面还有七夕的粉色系表盘，这款 DW 在在现在这个七夕送礼的话也特别合适啊、哦。它尺寸的话，这一个是28的，28的话是今天是买它，给大家看看啊、哦。这一个是8月1号刚刚上市，到现在是8月7号，一共是6天，刚上市6天，对不对？对对，今天刚上市6天，然后呢，今天买它的话也是送我们的一个。哇，首饰带，然后再送一个化妆镜，还送个化妆镜，然后再送一个保温杯，已经到你了，把刚刚送我的那些再送出去一遍啊，再送出去一遍。好的，这是彤彤的礼物被你们要回来了，好吧？不，我们不是同一批。来，这一个的话总价值是1900。
89，今天到手价是1090块钱。来，运准备，3、2、1，三链接，一号链接，一共四个颜色哦，大家自己选。这个是玫瑰金的金色，玫瑰金的棕色，还有玫瑰金的祖母绿，还有玫瑰金的白柔光粉色，好不好？今年彤彤给大家带来了很多优秀的作品，跟大家见面。然后呢，接下来不要拆我台哦，这个拆台我尴尬了。看情况啊，得看下一页是什么。你真的看过吗？我的作品。好，不拆你台。不要拆我嘛，拆了好尴尬的。我忍住一下。对啊，在彤彤演过的电影当中，我说一句经典的台词，然后彤彤在5秒钟之内猜出电视剧的名字，然后呢可以获得粉色的双色戒指，品牌方给。哇。啊，品牌方给了。大气了，点发大不大气？对，送你啊，送你啊！如果没有猜出来怎么样呢？直播间里面的同龄宝宝，我们也一起来猜，好不好？好，我等一下会送你们。我等一下会念出那个台词，然后你们念出这一部剧的名字，好不好？来，准备了，来吧。这个我要憋一下感情了。你的台词，我的台词是吧？可以。那颗是牛腩。那可是织女，好广东啊你！我的广东话就不要介意啊。他们一年啊才能相会一次，隔这么远。那他们，那我会给他们秀一座桥，让他们每天都相会。柔儿心地真好。这是啥？哎，你这个，凯凯有时候也这么叫，真的吗？对不起，徐凯，开个玩笑，送你一块表一会儿。送你一块表，你帮忙准备。大方便安排一下。大方便安排一下啊。凯哥送你了。这个很简单，我都把男主的名字说出来了。来，力哥醒，都猜中了。来，准备好啊，送啊。来，第二个，第二局啊 ，Run Two， 准备。什么？你们要送徐凯吗？合理要，听到了哦，合理要，好，凯哥准备啊。来 ，Run Two， Run Two 啊，那天晚上。我拆了一晚上的巧克力，但是都没有拆到我想要的那句话，还剩最后一次机会了，留给你吧。我见众生皆无意，唯有见你动了情。这是哪部剧？哪部剧？猜得出来吗？知道答案的扣起来。现在还在延迟当中，现在还在上一部的离歌情，离歌情跟这一部的话有两个世界，你们需要跳回来。快点。快点！哇，已经说对了，说对了。我的时代，你的时代，连名字都这么好听。这部剧，我的时代，你的时代，恭喜！那我们彤彤是不是有两个名额了啊？然后等一下，我们再一起给直播间的同龄们一起抽奖，好不好？好。第三局 ，Round Three， 来准备。你听说过一句话吗？爱就是伸出手想要触碰，哇美，却又收回手。只要你需要，我马上就会回到你的身边。这是我的词，我会一直陪着你的。要不你来一遍吧，我觉得我读的有点违和。挺好。要不你来一遍吧。鼓励你。看看大家说什么。大家说什么？这是哪一部？了不起的女孩，准。来，我们抽三个奖，好不好？宝宝送出我们的蔷薇粉双色手戒指一个。要不你来点吧。点哪里啊？就是点这屏幕这里，随便点个名，这里的名字，3、2、1，再点一下，弹出来就对。哎，恭喜一块小排骨。哇，我点的可真对，我就想吃排骨了。记住了没有？明天你的家门口可能是一座山的排骨。一块小排骨。来，一块小排骨。来，下一个，第二个，准备。3、2、1，多次拒绝李一桐。这个是你自点了。这个名字赞，来要取消贺一鸣。多次拒绝李一桐啊！我记住你了。要不要把他的号给记了？我看一下是谁，我进不去。多次拒绝李一桐，对不起啊，不是我故意的。拒绝的好，本来应该是我错的。来第三个，3、2、1，凌乱。我凌乱了。都套上了这些词儿，来都套上了，凌乱，是不是？来恭喜以下的三个宝宝获得双色的粉色戒指一枚，哇，好不好？开心。然后今年呢，我们看到了彤彤有很多的作品，接下来彤彤有什么工作计划可以跟大家
又自由发挥。自由发挥，这是你最适合的。接下来，我现在在拍一部，我现在不是，我们不是在横店吗？在横店在拍一部古装戏。古装戏，能够透露一下你的角色吗？我的角色是一个很可爱的猪戏女孩。哦，像一头猪。真的假的？对，就是挺可爱的猪戏女孩。我觉得还是蛮适合你的。你骂我？不，我错了，我直男，我直男。来，然后呢？今天彤彤来的话，我们提前做了点功课，整理了同龄们想要问的几个问题，这个就有点，好，刺激了，好不好？来，我帮大家问哦，我整理了三个问题。第一个，你喜欢的男生的类型是小奶狗还是大狼狗？小奶狗还是大狼狗？我以前喜欢大狼狗，现在小奶狗也可以。其实我很想补刀，但我觉得不好。为什么？好，不说了。你补吧，给你报仇的机会。真的假的？因为年纪大了。哎，那个我知道了。那边站姐，你们站姐一下，要走了。班上够了。没有，你永远十八，永远十八。16。就是看，其实我觉得大部分女生还是看自己感觉。我觉得不要给自己那个一个规定，就是找什么样的，就是对了，那个人出现了，对了就是对了，感觉对了。所以说要相信缘分天注定，每个女孩子都会找到属于自己的另外一半。真命天子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第二个，我帮大家问第二个问题。说到今年七夕的话，你第一个想起的会是谁呢？首先我提示你一下啊，今年你七夕肯定是在横店过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所以呢？你不要这样嘛，你这样抛回给我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。那你抛出来的这个，就是你第一个想起的人会是谁？七夕啊？要不你回答个男生的名字？我想到的是我的工作，我爱工作，工作爱我，很敬业，特别特别敬业。然后第三个问题，我觉得我问下去会被你怼。七夕打算怎么过？剧组过。对啊，我只是事业女孩，事业女孩。没有办法，我希望我今年有不一样的过法，但是呢，我觉得很临近了。这是非常感谢一彤。然后呢，我们最后准备一波福利，好不好？一彤，拍立得的签名照。这是你自己拍的？这是我自己拍的。还是别人帮拍的？这一看就是自拍啊。直男嘛，不要这样补嘛，好不好？直男的，糟了，我明天糟了。直播间以后一开播就是直男开播啦。来，我们的口号是辅佐直男。垮掉了，垮掉了，垮掉糟了。我们的口号是辅佐直男，下一次。我们这次唯美一点，好，你在直播间我们还是唯美一点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福袋的口号是什么呢？七夕送礼，然后呢选李一彤，把李一彤送出去，让所有的宝宝爱情事业双丰收，好不好？那我们要不截屏好不好？好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我们还是截屏哦，五个宝宝，好不好？大家刷起来口号、哦！大家刷起来口号！七夕送礼选李一彤。七夕送礼选李一彤，对的，这句话好。送礼，对啊，我七夕第一个想到的应该是我的同龄们。这个补得好，对不对？欢迎来到一彤直播间，把七夕送礼就送李一彤，扣起来，好不好？然后等一下有五个宝宝会中奖。中奖之后呢，把姓名、电话、地址还真的有人写不做直男，你快点改吧，这样得不到，这样得不到。不做直男，真的全部是不做直男了，我糟了，垮了，全垮，你完了，我完了。七夕送礼来了，七夕送礼，李一彤哦，七夕送礼李一彤，哎，蛮好的，蛮顺的，七夕送礼李一彤。准备，不要笑嘛。好，继续。来，三秒钟哦，我点你点。啊，你点。那我点。三，签名照哦。OK。三二一。来，这个是羊羔。羊
阳光宝宝是我们内部人员不算，阳光是我们内部人员不算。来给我吧，我要。不行不行不行。不行，我要。他很想要，你好厉害哦。你好你好，你太厉害了，来下一个哦。来准备，重新来。好，3、2、1。啊，这个名字有点长，用户23740735622284，恭喜你，七夕送礼就送李一桐来了，到时候那个姓名电话地址给我啊，这是第一个，然后来第二个，来3、2、1，我在看留言，留言呢，卡西莫多 six， 恭喜你，卡西莫多 six， 卡西莫多 six。然后接下来你们不用扣了，接下来你们怎么做的让你们自由发挥一下，今天我们彤彤在这里，他在看评论，给你们自由发挥一下，把你们最想对我们彤彤说的话扣出来好不好，然后等一下让他看一下，今天晚上睡觉睡个背景就是李一桐哦，谁呀、啊、刚刚中奖了，中奖的那个，刚刚中奖的这个是你的同龄们，厉害了，头像好像也是哦，头像也是吗，是，你不要给我，你不要给我下，给我下，是啊，来随便扣口号起 来，想对彤彤说的话可以，想对彤彤说的话可以全部扣起来，然后呢我们可以录个屏好不好，来准备，还有三个对不对，还有两个， OK， 来3、2、1，这一个是婉婉，哎，婉婉恭喜你，哇哦，恭喜你获得彤彤的亲民签名照一张，你把姓名电话地址发给我，然后我们给你寄过来，品牌方给你寄过来，统统给你寄过来，好不好？往往还有最后一个幸运儿啦，扣起来！一彤姐，你是我的，不行不行，说嘛，直接点，来准备啊！这样你追不到的，准备啊！来准备，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，扣起来！3、2、1 ，OK， F F F， 三个 F， 恭喜你！亲笔签名照，宝宝，亲笔签名照哦。好，我们今天发给马帅啊，宝宝。今天你来让我冒了一身汗，为啥？因为你都不跟，你不按剧本来，你这戏咋演啊？自由发挥吗？要即兴嘛？要即兴啊！注意休息，刚才说注意休息。爱你，希望早日找到白马王子。好，我也希望。然后呢，老婆要吃肉肉了。要，一会儿就去吃。一会儿就去吃，对不对？你好羡慕，你羡慕啥？你说。我爱李一桐一辈子，七夕快乐呀，一桐姐，爱你女神啊！我要说一句我听起来比较开心的，郎才女貌，啥啊，你没听到啊，我的洗洁精给我拿过来一下，洗洁精果最不想跟油腻的人对话、啊、不来，他说什么，老婆要吃芹菜馅饺子啊，我爱吃芹菜馅饺子，好好拍戏，好好休息，然后呢老婆要干饭去，然后呢给你吃肥肉饺子，他说你走开啊，不要这样嘛，你这样我就不好意思了，你下次就把自己的网名改成不做直男，我改三天好了，可以我在我名字后面写不做直男改三天好了，好吧，后台改一下，马赛归来后面改，马赛归来一干不做直男改三天，不做新人，来来来，立飞，立飞一下，立下了。I love you， 猪猪小宝回去睡觉。哎，他们说你猪猪，又不是我说你猪猪。最近的那部剧就是里面有一点猪猪的感觉。对，他们是爱称，昵称，昵称。让老婆自然美丽，你要嫁给我，腹肌练好了吗？你在练腹肌吗？你在练腹肌吗？我也，得练一点点，慢慢练。啊，下次换一套衣服展示一下。偷偷努力，好吧。那为什么要展示给你？不，展示给你的同龄嘛。我可以闭着眼睛来，要不你现场展示，我可以这样的。对，我到时候有了展示给你们。意思就还没有，努力啊！想给你。想给你吃肉馅饺子，你为什么？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养猪可以致富。这个宝宝是谁？可彤 Q， 养猪可以致富，你知道现在猪很贵是吧？是不是？老婆不用练的，彤彤要吃肉，为什么他们都叫你吃肉呢？因为你太瘦了吗？
嗯，因为我爱吃肉。哦，这样的，那你怎么保持这个身材呢？做腹肌啊。做什么？俯怎么做腹肌啊？做那个仰卧起坐。哦，你做了多久了？我来证明一下，你真做假做，你做了多久了？我是一个舞蹈生，你问我做多久，做了十几年了。Nice， 那腹肌肯定是有的了，不用问了，肯定有的。刚刚忽悠你们的，说即将有都是骗子。等一下，一亮出来，我跟你说，哇，魔鬼，好不好？大家抓紧时间哦，然后现在去购买我们彤彤手上的刚刚的小方表，这个是彤彤刚刚带过来的。哎呀 ，sorry， 这一款啊，对。现在额外再给大家送那个双色手镯，这个。昨晚给大家送这个双色手镯啊，在那个几号链接？在四号链接。在四号链接，在四号链接。快要军训了，快要军训了，快要军训了。老婆把什么叫什么？我要坐马帅的位置，来，快来，请坐。所以你们打算七夕怎么过吗？我们聊一下好吧。所以你们打算七夕怎么过？要不来横店？横店门口堵一下彤彤，大家不要乱跑，疫情期间。对对对对对对，现在疫情期间，不要乱跑，不要乱跑，特殊期间。我今天发现了两个特点。哦，我发现了一个点哦，他们全家你吃肉。对。你是有多爱吃肉啊？就是每天都得吃肉，不吃肉的话，觉得这一天没过。那跟我吃米饭。没过好。哦，你爱吃米饭。我爱吃米饭。就每天那一顿如果没吃米饭的话，我觉得这一顿没吃。好的，好的，上网写着和彤彤过，把和彤彤过扣起来。然后今天大家到微博上面去彤彤的微博下面刷一波，今年七夕哪都不过，要过陪彤彤过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彤彤太美了，多看两眼哦。彤彤要回去睡觉了，今天拍戏辛苦了，好不好？吃肉了。对，彤彤，去干饭了。你要去吃肉了，我看。干饭人，要不你，要不你不要这么累，你看一下多累，我都感觉你累。啊？来坐直。坐直了呀。他感觉你很累。没有，我是不是拍完戏啊？先拍戏吗？对对。太辛苦了，今天拍了一点戏，然后今天晚上还来跟大家见面，给大家带来七夕的祝福。彤彤粤语，你会讲粤语吗？你讲了我就尴尬了，我是广东的。你是广东的，我听出来了。我说普通话，你听得出来吧？我们的普通话叫普通话。哥哥哥加油，哥哥哥加嘅哥哥。哎呀，哦，厉害！原来你还会我们广东话的哥哥加，哥哥加耶。哎呀。哇。和彤彤过，你看，全部都是和彤彤过。我们一起过哈，好，我们谢谢彤彤，可以单溜哈，感谢彤彤今天来陪大家过七夕节，下次见，好不好？好了，我这次真的要跟大家说再见了。其实你不想走，对不对？我舍不得他们，不是舍不得这个位置。哎，你真的有点油腻，我的气是油喷雾呢。把喷雾拿过来。过年来的，今年来的。我跟你说，等一下，我那个找到女朋友了吗？现在？啊，找到了。肯定啊，因为我这肯定找得到啊。对不起嫂子，不容易，不给我。来，好，那我下次见。OK， 下次见。下次不要拆台，好。恭喜，好，不拆台，绝对不拆台。下次按照剧本来，好吧？好，我看你给我写的剧本啥剧本？好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来。哇哇谢谢。生日快乐。我们把那个拿一下，截个图。大家七夕快乐哦！七夕快乐，提前七夕快乐。坐下吧，没关系，站起来吧。没有吗？来了，剪个屏。穿高跟鞋，剪个屏。快点了。好，彤彤。OK。祝你生活快乐，工作顺利，然后七夕快乐。谢谢，祝你事业爱情双丰收。好，谢谢。也祝大家事业爱情双丰收。好了，哦，我有花了，你有花了，谢谢第一次花啊，我给你自己截一个，真超美，你坐站中间，太美了吧，宝宝快截下来，这太美了吧，好了，我今天要走了，我好冷，好，去吃饭吧，拜拜，去吃肉肉吧，拜拜，拜拜。
哇，有没有冒满粉色的泡泡？甜度超标，现在在我们直播间里面，彤彤拜拜是吧？老婆拜拜。原来这个会动的，还在那里。怎么了？我不走。开心了。下次见，拜拜。拜拜。是不是超美？是不是超美？